我们学过有一个叫一个碎的小妖怪，是古时候说的，然后呢要用红包把它压，对，压碎这个压岁钱。今天你们三个都洗完澡了，换上新衣服了，这子还是新鞋子吧。刚刚我们吃完团圆饭，现在准备去外面放鞭炮。我们把其他也拿着放吧。就先放这个。爸爸，这些都是我捡到的。放过来可以吗？我们一人一根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不能对着那个灯，不能对着人的。来，一人一根，再给你点哈。这个是有十响还是十二响？他会冲出去的，你玩了没有？哇哈哈哈！我发现你们两个人的衣服好像啊，这是母子装吗？有点像。今年是过的第一个年哦。对。第一个新年，而且还收到爷爷奶奶的红包，都揣在怀里。第一笔压岁钱。今天是初二的晚上了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娘家了，本来是定了明天赶中饭的，但是怕高速上堵车，然后我们就今天晚上先开个一半，然后在服务区休息一下，明天再赶一半的路就不会那么赶了。今天刚从大娘家回来，所以比较匆忙。前面一段时间也收拾了，但是一到说要到那边去，好像好多东西都要带。初一初二都在跑亲戚。今天我们也是刚回来，现在晚上是9点多钟了，8点多钟还不到9点钟，我们就先收拾好，今天走个一半，明天如果说明天走的话，得5、6点起来就估计怕起不来。对，还不如就今天晚上先收拾一下出发，在高速上过个夜也没关系啊。现在东西已经装饰完了，现在准备出发，大晚上的出发啊。啊，爷爷拜拜，拜拜，子睿，爷爷奶奶拜拜。在那里，先喂狗，喂不丢啊！不要跟他们到外面，把哈子狗吃了就见人换哈子哦。3:19，走了走了。不堵车的话，还是快点。记得加油啊！走，大晚上的赶路。先加个油。柴油吗？对。我把滑板车都害了。已经到了湘潭了，子睿已经睡着了。今天我们在这个服务区过夜，然后明天就可以就是少跑一些，还有140公里。今天早上8点钟了，我们起床了，准备出发。子睿也已经刚刚泡完奶，已经下高速啦。刚刚在路口的时候，外地车如果是从外面过来的，就要经过检查防疫哦。现在我们直接下高速，马上就到了。前道路继续行驶4公里。平江有最著名的平江战役，是彭老总领导的。对，这两天走下来，这个高速上一点都不堵，挺畅快的。到了，停在我们大伯家门口。我们已经到了，然后我们把车子停在这里，悄悄的进去。爸爸。乖不乖？走啊。妈妈在喂鸡，我刚刚看到了。在哪？在那个后面喂鸡。你到冲哪？就是在这个咖啡屋里。老婆，他是特意拖着的，行到那里。直接上啊，直接去。你喊外婆、外公没有啊？外公啊。喂，妈妈在这里喂鸡。喂。好，新年好。妈妈，新年好。我那个是鸡呀，我刚刚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今年又是外公嘞。今年来着，你大哥来着嘞，我看到了。乱。现在我们开始吃饭了，有两桌，我老妈一个人搞定两桌饭。你是干嘛的呀，妈妈？
猪肠。那我们吃完中饭，现在呢是把我们从家里面带的四条鱼，咱们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，等它腌制。今天是我们家邀春饭，然后煮了两桌子饭，邀了我姑姑，还有两个堂，一个堂妹，一个堂姐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现在没有下雨。刚刚把瑞宝宝放下来，他已经睡着了。刚刚我走到房间里面的时候，瑞宝宝睁开了眼睛，然后又马上又睡下了。累不累啊？手都打酸了吗？几百斤鱼啊？嗯。没有几百斤了，有个几十斤啊。三条。四条。七十来斤。七十斤左右。我脸上有没有？脸上看不到。有，你去洗个脸。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，给瑞宝宝做个辅食。我们把这个锅也带过来了，它的米。切点胡萝卜放在那个稀饭里。回到外婆家做的第一顿粥啊。嗯。你在放的什么？放的胡萝卜，等一下还切点青菜的。嗯，要不要加肉呢？肉没解冻，就是没拿出来。马上吃粥了哦，是不是？稀饭。稀饭。嗯。哦，该到我了。你爸。妈妈。妈妈。哎呦。嗯，走，吃饭。走吧。哇，菜都到里面了，在里面。怎样搬凳子？要几个？五个凳子。上桌吃饭了，子睿，你的饭还没好。刚刚妈妈煮了两个蛋给子涵吃，怕他没吃饱。子睿吃完奶就睡着了。家伙，小家伙睡了，通红通红的。嗯，好了，睡觉吧。在你们这边睡得比较早，现在其实才9点钟不到。嗯，8点多钟。8点多钟，小房间一般睡得比较早。嗯，来，子涵准备睡觉了吗？睡吧。本来已经睡着了，然后现在又醒过来。啊，是又想睡又好兴奋在这里。子睿，你在找谁呀？在找哥哥和爸爸。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睡，啊，好不好？把爸爸他们丢过来去，好。你好兴奋呐、啊，嗯。哎呀，这是外婆家，哦，外婆家嘞，这哪里？外婆家，快点睡，睡吧，这不是你的床是吧？你不认识是吧？嘿嘿嘿，嘿嘿，啊。